是啊，真好看。怎么，你喜欢？好，那就送给你了。谢谢叔叔。啊，真好看。你看，小鸟跟你那么好，就让它跟你在一起吧。好啊，好精湛的手艺呀！啊，慢慢提。啊，这是用我掉在路上的那根原木做的吧？不不不不不，这盒子应该归我。什么？这？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这是叔叔送给我的。好孩子，别哭了。哎，快把盒子还给他。给他可以，但是有个条件，你慢慢提的跟我走。行，你先给他。好，给你。慢慢提，你必须得给我打一套家具作为赔偿。你太不讲道理了。可是你已经答应了。这鸟笼也归我了。还有这把坏摇椅也得给我修好。今天晚上就得给我修好。配做这把摇椅啊！你给我下来！你还哼哼啊！快下来！滚！我要惩罚你！Thank you.
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你可知道这山林也是我的财产啊？哦，是吗？去去去，你看，这就是证明。如果你每年给我砍100棵树，我会将这个小屋白送给你。否则，我要收回这儿的一切。不错，这也归我了。那你就拿去吧。啊！黄蜂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啊啊啊！救命啊！啊啊啊！这蜂窝！啊，这该死的黄蜂，好疼啊！这是。气纹，我的气纹呢？麦麦提，一定是你偷了我那张契文。我哪有那个胆量？你看那儿。我要拿下来，拿下来！麦麦提，快过来！嗯，干嘛？你给我上树，就给我拿下来！那是属于你的东西，我怎么敢去拿呀？这是该死的东西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麦麦提，救命啊！麦麦提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八一老爷，善比恶好啊！有了这个，你就能站起来走路了。
好。